吹起来，不是一个音。往后一往一定给它拟好，你去哪？因为觉得这网不错，是可以买个网线，也不会是一百来块钱。像你们如果喜欢钓鱼的是吧？钓鱼竿一个钓鱼竿都一百多两百多，像我们这网一百多，虽然说一百多是吧？很多人说为什么有的地方卖的这么便宜？一分价钱没货的，像有的网很轻的，我们这里的网八斤的网，三米高网是八斤多，像我现在网是三米，一高是九斤半，所以重量是绝对是到位的。有的像还有绳子，我们这十三到十五米的手绳是吧？链条是全部是无焊接的链条，没有空隙的，像有的那个链条开口特别大是没法撒，对不对？一个好的网随便一转就开了，有的不好的网你怎么撒都撒不开。你要抓住它，撒子网你只要一转一抛，左手一抛，右手一转，这网就开了的。你看我撒子，你看没有？就这么一转，这么一抛就开了。等它往下水啊，下水特别快，像这三到四米深，只要几秒钟到底就可以了，收了。有的网的话，有的网的话太轻了，网是下水半天到不了底，知道你怎么抓鱼？这个鱼，这边收了，我看这网最少六条鱼啊。最少六条鱼，大家点个赞，666啊！最少六条以上，不是我吹牛逼，这里条湖的吧，特别多鱼，因为我这个地方是个水闸口。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又上来了！哇，傻子，不得了不得了！哇塞，我衣服抓着我了。